安，等一下哦，你的光遇在回火。早安，早安。甲骨素描，没有，本来昨天晚上有想要开啦，就是有吃药又晃摇摇晃晃，哪怕说开到后面倒下还是怎样。早上好，没事，我们继续等。佩佩，佩佩最近光遇是不是跑完也跑掉了？好吧，跑完就关了。好了，回完了，开始。他、啊、怎么会现在开台？主要是，昨天图还没跑，因为昨天幽离他没什么睡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也不是没什么睡啊，就是他没睡。对，然后想说等他睡醒再来跑，就半夜不知道他有没有醒还怎样的，就担心，所以就想说。反正早上啊，就醒到看他几点醒，感觉最晚要也只能到十二点就要开始跑了。早安，嗯。
好啦，打招呼啦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姓新陈伟吗？早安，泡泡早安，全月早安，梦霞早安，佩佩早安，咪咪早安，蔡意莹早安，小妞早安，空姨早安，陆本早安，宝宝早安，缇娜早安，雷姆教早安，YT Bingley 吗？Bingley。啊，零一早安，新早安。昨天吃了一个一尾小小的鱼，直到这样的，到现在。哎，雅思早安。痛痛！哎、欸，打第四。立即！我不相信你是新手了。巨蟹是吗？大螃蟹而已。巨。ロン、それちょうだい。我下班也要跑，也是一跑就跑到睡着。对啊，没有啊，最近有。自己觉得比较会跑了啦，带着有时候带着尤里，有时候带着吐司喵跟番茄那个茄子，忘记用这个先打招呼了，补个里程呗。啊，感谢雅思的会员 SC。啊，没有，也不是故意好久不见啊，没办法开啊。我本来想说，要不要我吃完药之后拍一下我的手有多抖啊？可是先别说拍手了，我现在坐都坐不稳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版本好多人都同吗？哦，说到这个，那天吐司喵真的很麻烦，因为它是安卓吧？哎、欸，还是 iOS？忘记了哪一个？苹果的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安卓对不对？然后他就是更新不了，想说奇怪，因为其他人也要休息了，就剩吐司喵卡在那边没办法。就是我们尤里先更新 Switch，他更新了大概5分钟、10分钟，好，更新完了。然后一更新完之后，就说什么我们是旧版本过不来，传不过来。他说啊，为了他更新。就我跟茄子更新好的时候，发现吐司喵说："不对哦，吐司喵你会更新吗？"后来他找不到任何地方更新，然后就开始手把手教他更新。他更新到后面，我就，我们都已经更新好了，他才从头开始去找怎么更新。那找到后面他最后是说："你去更新 Switch。"然后他装了 Switch 之后，发现是说。全部从头开始，我说啊，你没有绑定过，那就开始要从头开始教，哇，好像前天的事吧，前天就更新前就花了40、50分钟啊，我不知道哎，我觉得麻烦，不是麻烦啦，是。然后出这种事情，我觉得会爆炸。没有啊，后面他又找回来啦，就是他有那个绑定好了，然后那天就有带他跑，只是怕他们时间不好配合，因为他们最近也开很晚啊，一不小心就开了耐久。耐久就耐了4、5小时，
八九小时以上，而且他们是就打 A 配嘛，然后可能是两个人打一场，一个人打一场，然后导致嘴巴会比较我需要两边跑还是怎样的啦。ビーチ楽しみ。ポン。ロン。敌人早安，敌人早安，晚安。好，去看一下我那个诊所什么时候开好。啊，龙呀！办。音乐诊所。パチ、ペ、チャンパ、もう一つ。啊。漫画。啊啦啦啦啦。ハチ、ドラ猫三、ドラ猫二。ハネニャン。营业时间啊，六日没有营业，完蛋！啊哟，六日休息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礼拜才能看。啊。六日才能，六日不能看。嗯。ポニャ。嗯。チ。等等，刚刚这样行吗？哪样子？それポン。你想怎样？ラン。要出一番的那种啊，就顶多说你丑而已啊。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。干嘛？还怕人家说你丑啊？楽しみ。你还会怕人家说你丑吗？ズモ、全部ちょうだい。はい、ドラ猫。你居然提了，对吧？没办法了。啊，你都提了，没办法了。等下去楼下，这场结束去楼下拿个水。水没了。嗯。请问聊天室还有人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吗？虽然少少的39人，地址。哎，我可以去拿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自动合聊。我去拿水哦，听到没有？通了。
ドン。それちょうだい。リーチ。リーチにゃ。天下無双にゃ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回来啦！我有些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没有啦，没事没事，穷到被鬼抓走而已，没有啦，再不开台，波衣都跑光了，更换造型，来哦。啊，我们早上要吃油条。早上要吃空油条。其实不喜欢吃油条、欸、油条要嚼好久，那种不是脆脆的又是软软的那种油条，好难嚼、啊。嗯，哪匪？哪鬼？我私下也没什么玩什么游戏了。我看一下啊、哦。最近的游玩玩记录，没有。魔物猎人，最近游玩，笑死了，看一下、喔，最近两周只游玩25小时，你看这怎么可能是我平时玩魔物的？至尊你末日生存的记录。没有啊，因为那时候我的那个啊损毁了啊，你忘了是不是？你根本就没在关心我，肤浅。没有烧饼吗？我不喜欢吃烧饼，我其实不喜欢吃台式的早餐呢、欸，烧饼、油条啊、粥啊、馒头加蛋，
我比较喜欢吃美式早餐。我就是有损毁了之后，我才直接公开。然后就是因为公开之后，我才知道我那个影片丢去记录档多浪费。因为在主频道的话，结束后还是会有很多人看。那丢在那个丢在副频道的时候，就少了很多。对齁，坏掉了，算了啦，不要再演了。蒂恩，不要再演了好吗？你就只会分享汪汪的影片 OUO 而已。波尼，爹，我太难过了。真的好油哦，虽然嘴巴都是油哦。因为之前不是也有那个吗？早上玩那个很像 RPG 的游戏，那款游戏一周前游玩。那个没有欸，很多人做法是直接从那个，自己其实直播载下来嘛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载不下来。ノーテンです。我那时候载了，然后也用了玲玲的方法。那时候玲玲有教我怎么载哦。如果我试过了之后，他每次都载到5%、6%的时候给我下载失败，我就索性直接把一个直播的档案给公开。很多人都不会边直播边录影啊，就直接公开下载就好了。好像变吃播台，可是很难吃欸。番茄枣啊，说到番茄，来来来来，我教你。那、啊、等我合牌了再教你怎么用。我不知道你的用法是不是跟我用的用法一样。
A。可以等到再教你吗？可以啊。あ、こんなの上がったらお相手様に申し訳ないです。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笑的事啊？最近常看到很多都是那种人笑大挑战的那种，有时候我是觉得我就算没有忧郁症，看那个也不会笑。可是最近看到很多，我是真的什么看到最后，什么笑不出来，我叫你爸爸那种类似的那种人笑的影片。啊，不是啊，有些是真的。真的很难笑耶，笑不出来耶，就是好像小朋友小屁啊那边互相嘴互相呛的那种感觉，也很难笑耶。ない。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。よし。リーチ。ポニャ。干嘛？冠良又国士无双了是不是？冠良。大凡早安，没啦，我今天刚睡醒有点懵，懵啥？哦。所以你要来个国士无双压压惊啊！哎，你太扯了、喔，你太扯了哦、喔！你怎么可能会扣着一桶？怎么可能？这种血也是血断幺九啊！太坏了哦、喔！怎么可能只是胖胖虎不是断幺九？怎么可能？而且那个那谁曹操不可能不可能哇、wow、哎呦刚刚如果没撞出去的话哇不可能！本局 ND 五码，感谢阿亮的34个月，这么早啊！靠腰。上班有台听啊。
恭喜，恭喜你！祖师喵正在分享他们的画面，他玩什么？我也上班了，大家拜拜，呸呸拜拜。一二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八。三安子、本能とドラさん。ノスト。三倍マン。チン、ドラ。阿長、早安。ハニャオ。啊！看，现在就是这样子，常常开到现在就是啊，讲官台了。太扯了吧！你又国四五双听牌了。这个冠良好扯。我查什么啊？啊，他手上一定两张啊！谢谢冠良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冠良，谢谢冠良，谢谢冠良。醒了吗？醒了吗？冠良醒了没？おかげさまで勝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。
好啦，冠良请了，谢谢谢谢啊，感谢冠良请了啊，黄金花也对不对？请问这边是早起还是还没睡？这边是只睡了三小时。早安，晴儿。啊，有没有想我啊？你最近不是在努力运动吗？原来他会动哦！原来他会动的哦！哎呦喂啊！笑死，想啦，哪次不想？真的哦，真的吧？你真的很想我吗？哦，我真的很不敢想象你瘦下去之后会多漂亮哎！哇，你现在你已经够漂亮了，你再瘦下去还得了啊？啊你咧，你是你现在起床是已经在工作了吗？啊你还有时间看手机哦？还是你是用大萤幕播我的台？嗨各位吃早餐的啊吃歌啊来来来，先把之前胖起来的剪掉哦，可以啦。但其实就蛮期待你减肥的啊！啊，明明就那么好看。现在没在忙，偷看一下。好，我们也开不久啦。昨天蛮有机会可以开，因为昨天。阴天嘛，没有什么太阳啊，下雨还是怎样，这就不是很有精神，就索性不开了。等一下，你是谁？我没看过你。等一下，你没打过有人场欸。哇，你是谁？他是稀有怪耶、欸！七真木，你看稀有怪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我要丑了啦！哎、欸、呀，不可能丑哦、喔，有机会不丑哦、喔。不一样安。像昨天那个谁西亚在带黛玉的时候，我也在看啊，我看在眼里啊。加藤好久不见，安安啊，干。啊，要礼拜一才能吃，不吃啦，要看医生。龙，哦，他也是角色升上去会有特效的那一种，哦。跟之前那个谁一样，地缘四一样就对了。哦，至少不用每次都跳出来砍下去就好了。我地缘四太累了。我还叫什么？等一下，
啊。大家都是新脚，我不是啊，我是新皮。你看，新脚花框，新脚花框，新脚花框。ロン、正義の裁きを受けよ。ナン。你要加稀有怪好友，为什么？欸，他谁啊？欸，你是哪一位啊？没有，因为我看到聊，我看到想说奇怪，完全很陌生，你是谁？第一次十连就出来了，那就怪怪的啊。他根本没有享受到这游戏抽角色的乐趣，好不好？他完完全全。就是在破坏我们啊，就是在炫耀。不是哦，我知道不是你啊，啊，我忘记你是谁了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先讲一下哦，由于因为最近吃药的问题，很多很多人我都记不住了哦。像之前有一个在哪里泰国的那个妹子，整天在叫人家哥哥的那个，我也忘记他是谁了。我完全忘记他名字是什么了。我那天在洗澡在尿尿的时候，就想说奇怪，我最近记忆力差是差在什么？然后我就努力想说，哎呀，对，之前那个聊天室常常在乱叫人家哥哥那个是谁？还好你记得我，记得啦。重要的人怎么可以忘记？我对对，完全忘记，我就记得说。我记得是哪只宝可梦？是谁啊？忘记想不起来、欸，哪一只啊？然后我就在想，一直在想，一直在想，想到后面啊，忘了忘了，明天再来问。小雪安安，好久不见。没有啊，现在台上笑笑，然后等一下关台私下又开始啊，又在难过了。不行啊，这个情绪起伏大到我真的是也很不好意思跟其他人一起玩。对啊，最近忙没有空。没有啊，我最近比你更忙。我这个月好像只开三次台吧，你看20号了，欸，我只开了三次台还四次台而已，没了。其中一次台只开一个小时而已啊。所以看到我开台了。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上个礼拜之前都早上开那个啦，那款游戏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，你看，我连我这个礼拜开什么都不知道了啊，这个月开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你会记得我的？会啦会啦，我还记得你说要跟我见面嘞，还想跑啊？阿长又回来。不过最近不用暖床了，啊，最近好热哦，喔。我躺一躺，我那个竹席都很烫。十月有机会吗？你说你要来北部的尝试还是什么吗？你有来再跟我说啊。你有来再说。大家一起失忆了，喔，没有啦，我是吃药啦，强迫自己吃药。不是，我另外一个药的副作用真的很好笑，我看一下哦，喔，另外一个药是安眠药啦，它的副作用，我讲出来哦，喔，欸，等一下，喔，药袋，啊，痛，它的副作用是偶尔头痛、眩晕眩，然后嗜睡，然后这个症状是梦游。我说哇，好像吃这安眠药也不错哎。想问梦游会怎样？是会帮我开台吗？还是会帮我剪片？啊，没事啦，至少现在还讲得出话，还笑得出来。
有想抽小鸭的背白背，可是好贵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到底是谁？Don, それちょうだい。好好奇哦，我们来看看他。段位长，好妖。可能都会，就好好休息一下。为什么？我之前睡不好，请医生开安眠药，结果开到一半直接断片，我都不敢。我有一次画画，画了大概十分钟左右，我的药效就发作了，然后就有意识，我就说：“哎呀，不行，我的绘图板，我的笔刷在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颜料，颜料你不要跑，颜料你不要跑。”那时候就吃安眠药就开台，然后看看安眠药的效果有多强，看我还记不记得。欸，可是我记得我以前吃安眠药药效发作的前大概10分钟20分钟记忆会断掉，可是我那一次的直播记忆是完全在的。我找一下哦，繁星安眠药应该有吧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个不用吃药就能断片，白痴哦。我也可以啊，你们去看这个。到哪里啊？等一下，我的调色笔在。哦，对，你们看，十分三十五秒开始，十分钟三十五秒开始。等一下，我的调色笔在跑。什么？我的调色笔在跑。颜料也在跑。我的调色笔在跑。然后当时的声音也不是像蛮有精神那一种，刚刚当时的声音就是，等一下我的调色笔在跑，因为那时候我就很清楚的，就是记得说，眼前的东西都是像那个蚯蚓在那边波浪的动。就跟蚯蚓一样在那边动，我就说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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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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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蹦！没时间玩吗？玩什么？哦，没有欸，暂时休息一下吧。也不是没时间玩，我也可以私下玩啊。有口早安。啊。棒。七。全部ちょうだい。啊，你好多天没玩了，我也好多天没开台了。那其实早上开那款没什么人看，但自己玩得很开心，不知
只是刷卡片刷的没有耐心，因为早上天气会开始热起来，那热起来就开始没耐性、烦躁。哎呦，国士无双就开始有烦躁感啊什么的会涌出来。要上班看不了，没事啊，我也是吃药开不了，我也是吃药啊开不了。答案是五六。妈妈妈妈妈，对，我还有个馒头要吃。生病了，你生病了，你生病又要上班哦，你也是辛苦了。哦，你哦，我对啊，不要，真的病很久了啦。啊，就是一直不是很想要去看医生而已，因为我知道吃完药之后副作用多恐怖啊，所以才不想要看医生。这样讲有点坏啊，不是前几天那个吗？爱晨自杀，那在爱晨自杀的前两天我才去看医生。啊，其实我那时候就是边躺着边睡觉边听新闻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好好，怎么不是我？我本来想说，啊，这样讲出来好像太坏，但是。那是已经真的是走不出来，然后真的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帮忙这件事情，因为有些讲真的，愿不愿意开口，那找不到可以说的人，那说完之后走不走出来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啊。对，今天可能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欸，我有讲出来，可是讲出来之后能不能走出来又是另外一件事情。而且那时候我就在躺着的时候就是在想这种事情。我之所以会去看医生，就是已经严重到一定要去看医生了，不然再不看下去，我应该真的是之后看不到我直播啦。看我心过不过去。东西南风吗？不是南风了，南风红中。好狠哦！たとえ神に見放されようとも。感谢陌生人啊，感谢生母，感谢棉被猫。你教主辛苦了，这是今日的蔬果费奥米加。醉意满满的路人，你就是是想跟谁搞？加藤啊，感谢加藤的蔬果钱，谢谢。啊，夜晚是怎样？什么夜晚？哎，
哦，这么快就不开了？那请问还有谁会在我聊天室抖个所谓的蔬果钱、蔬菜钱、饮料钱？啊，饮料钱有啦，蔬果钱的话就只有你了。很梦早安，碰啊，摸到了，我摸到了。喝个豆浆。我之前看大陆有一个麻将，很奇妙哎、欸，他动不动就给人直接四案客分就大四喜，然后可以一直摸，一直摸，越摸越大，越叠越高。拜托了，自摸。論です。哎，抱歉了。抱歉了，抱歉了，抱歉了。ダブルヤクマン。抱歉了，抱歉了，抱歉。おかげさまで勝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。为了补偿你，我帮你剪精华。啊，我帮你剪精华，为了补偿你。啊，抱歉了，抱歉了，抱歉了。你让我得到了今日的快乐，谢谢。谢谢刚刚的什么贺西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的脸上出现的笑容，哎，我想要这一张，我记得你们那时候有贴，可以再贴一次吗？我想要存。你们再去 DC 贴一次给我，我想要存这张。我那时候在楼下有滑那个滑手机滑到，然后，喂，你要教我什么？你怎么现在才出现啊？你们那时候。我想要手机，不想存图片，我想存在电脑里面。再感谢你们一次啊！我要教你什么？你等我听牌或胡牌吧。有请刚刚那位勇者打个字，打个哈哈是我啦之类的，让我感谢你，你让今天的我得到了快乐。我看你打得很开心，所以马蒂少了。没有，我刚刚就说我在等你啊。这个是悬赏任务，这场打飞人我抖1000，哇！你是说我打飞还是谁被打飞？只要有人飞是不是？拜托飞了我，我需要那个酷酷的零。你贴 DC 了，好。哎、欸、呦，我改天一定要把那个头贴给换掉。妈，每次看他的脸都觉得在笑。谁会知道杠下去就摸到了90000呢、啊？我看那个东西真的是有点恐怖哎、欸。啊，代表什么？我的阳寿又少了，看来我离那个日子不远了。
天早上我要看到血流成河，你刚刚不是看到了啦？你看你刚刚那笔早餐钱，不是早餐钱啊，蔬果钱。刚刚那笔蔬果钱还不错吧？西河地狱单骑，没有吧？地狱单骑不是只剩一张吗？我刚刚还有三张可以听啊。感谢你哦，今天的快乐你满足了我，你让我得到了今天的快乐能量。哦对，然后刚刚讲的那个不知道什么鬼游戏的，就是每次看到人家起手的牌都是四暗客啊，啊不然就是大四喜或是清一色、啊、有的没的，然后就可以不断杠下去杠下去杠下去，然后有花哟啊，好奇怪的游戏啊，而且是每一次每一局哦，他都会杠得很开心。好，不然应该是整场结束吧，才能教番茄怎么画。ドラちゃん、悪いね。哎，有狗、哦，对不起。啊，你是谁？没跟你一定。一定没跟你打过，对，一定没跟你打过。不行，我们以后要留这张啊！今天我至少要留这张，它是幸运梧桐。等一下哦，先把一只一颗剑，两颗剑。ロンです。耳朵不见了，不见了，耳朵出来了。哎哎哎，可以叫番茄了，番茄。那就这个啦，我要教你的是这个东西，就是比如你你画画啊，你不要就是这样子慢，比如说画一个圆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啊，可能你在描的过程中，你要嘛就是一笔一笔，啊，不要那种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子，这样很慢，这样一定会抖。啊，没事，结束了，你看，啊。然后等下一场，等全部结束我再教啦。这样教好累哦。没有，因为我看番茄那天在画光遇的那只角色，第一个错误的就是，他一定是慢慢瞄，然后手在那边抖，一定是这样，就直线七秒，你硬要开到直线十七秒，就是东歪西歪的啊，很明显就是了啊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咻的一次过，你没有过，你那边直线十七秒，你终于抽到角色，你从来没抽到过吗？你都是保底的吗？太捷云，也太早，还好吧。我其实偷偷塞个午餐钱啊！我谁是厂长？阿厂，感谢阿厂的一千块，谢。除非你手很稳，他怎么可能稳？好啦，我直接立直啦！来来来来，番茄继续教你。来，那再来就是。但之前明明不会跳出来啊，嘿嘿，就是你看哦，你一定就这样子嘛，你看就算这个速度好了，这个速度画起来的一个圆也是很奇怪，对不对？你要嘛就这样子一笔这样子画，它可能这边有凸出来的嘛，然后你再拿橡皮擦它掉，然后再
类似像这样。啊，你现在解锁10000吓死宝宝，没有啦，1000块。对，你现在首先就是提升你画的速度，在提升之前你先做好这个功课。比如说这样子，你看我线跟线有连起来，对不对？你首先先练好画这个正方形啊，大小不一样没关系，你后面再慢慢练这样子。那再来的动作就是你要这样子，你要让线都维持在那个框框内，这样子。然后再来就是，我不是说画那个吗？圈，你看圈在里面，你也可以这样子练，啊，或者是这样子。理解。就很多啊，还有这样子的啊。那时候就叫你说，你画正方形中间塞东西是这样子。现在是教画图的环节吗？没有啦，因为最近有个啊大干爹在学画图，想说教他一下网络上有些人怎么教的。我当时是没有这样子做啦，我当时就是真的直接开始开干开画图。哦，你最近在练这个，对吧？那再来有一件事情就是，板子如果买的越大的话，你会画得很痛苦，因为你的板子决定荧幕，你的板子大小就是荧幕大小啊，所以板子越小的话，其实你画的会比较不吃力。但是有个缺点就是，你画有些小东西的时候，你会可能要拉到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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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，才会比较好画。嘣，波罗嘣嘣嘣。你板子算还好吧？我看你板子偏小一点啊，应该还好，应该还好啊。我的板子就已经快跟键盘一样大了。对，来想说，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，我的肩膀才一直在痛？这个桌面了哎、欸，啊、哦，我不知道。我看你拍那个盒子，感觉就很小，不是很小啊，算中的吧。你这场完要被抓走了，好，拜拜，路上小心。由不得把馒头还吃完，嫌你小，你就小啊。他侦测的也太及时了吧！我嘴巴只是微微张开就张开了，我在嚼东西，嗯。在这，哎，雨刮最那颜色哪个？哦，好了，
啊。理解。是不是插我？哎、欸，还不是还是插我。馒头真的不是馒头问题，是这个的馒头好难吃哦。哎、欸，发财打掉了、欸，哎，你会后悔啊？天敗です。对，我想说，哇，要大三元了哎，然后看了一下厂商，哎，他打出发财了。狗狗放枪吧，你太坏了吧！你是为了悬赏任务吗？你一直以为在讲光遇的馒头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没有啊，这时间就没馒头，白痴哦、喔，是，太为我着想了吧？太想帮我赚钱了吧？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我也想打飞狗狗啊，不然刚刚也不会碰的那三万啊。我想狗狗哦，这个血量。斩杀线到了哦，所以他觉得很奇怪啊。选科打麻都会输，没有啊，他上次有一只狗狗每次进来都很强啊，我也忘还忘记谁了，信交给你了，信认那只狗狗这个吗？哦，五一加油啊，不然飞了我也可以啦，其实飞了我也行啦，都有钱赚。不对哦，是不是想要这个啊？快点，把你们现在听的牌都在吐哦！我避开那张图。哇，内战了。啊，他怎么还活着？你这不厚道哦。我要做什么？所以来看直播对吧？东西，你好。哦，一方面就感谢小月的 S 七，一方面我就是想说，
你看我开台开这么少啊，你有那些订阅我的人一个月才看几次台，我想说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还是要开台，不然有些人像这个月有两个新的观众进来，我想说人家都进来了啊，我还不开台啊。这个看还有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、よし。無意飛了他無意ドラちゃん悪いね。菲菲不是在上班吗？那只狗太狠了啊，跑了。ドラとはいえ、宝物だとは限りません。露天です。很狗。ドラにドラ。漫画。不是啊，不是，我不在骂你啦。我说这只狗太狠了，不是很狗。好了，那个谁，加藤路上小心，工作加油。我的様には全部丸見えなんだからな。好了，啊，好香哦！等一下，你供应商了？你会太扯？你问那个番茄小弟弟？那个猫粮供应商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快大护法了？你可以不要把钱花在雀魂上面花这么凶吗？不值得啊，不值得啊，不值得啊！番茄，你疯了啊！被大家切疯了。特洛伊早安，你在雀轮上砸了5200，欸，你砸这么少哦，有种九种九排我啊。所以现在也是有番茄条规吗？没有啦，他已经确定要穿了啦，没有条规了啦。我仿佛听到，欸，等一下，我没有。他现在在微微的偷笑，然后手机想打，仿佛我看到他想打布布哭的脸。因为我抽卡运真的不行，这个我很有自知之明。我也是啊，那谁幽离找我玩赛马娘啊，还是你们看你们在玩那个换塔的时候，我就真的不行啊。不然其实你看幽离找我玩游戏耶，他如果是找我玩其他游戏我跟他玩，而抽卡类游戏我真的我是可以，可是我怕我的手会很贱，我很怕，啊，就关掉好了。力气，我4500才出一只角色，我都换两只出来才抽到一只啊！你是要哪一只啊？你是要抽那个吗？女仆吗？推荐你坑 FG 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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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，你越来越懂我哎，欸，是不是？你在想什么我都知道，所以我要远离你。你对我非分之想，不是我等等让你看。
啊，半塔很佛的来嘛，我先看幽里有没有继续玩下去。你们是在哪里啊？我记得他在什么什么环的。啊，你们嘞？你们在哪个伺服器？抽奖卷地上捡，你说换塔啊？各位拜拜，下次选场任务再来吧。好，路上小心，拜拜。你在回音。哎、欸，我要玩，不会跟你们玩，我要跟他玩。不确定哎、欸，可惜我错过他之前的新衣服，看来只能等复刻了。哪一只啊？好像丫丫排背哦。哦，回音环哦。哦。ラブリーツモピンクドラニハネマン泡澡很香的那一只，你是说伏击吗？露美背的那一个吗？哎、欸，请问哪一只角色泡澡不香？我先问这个问题好了，你觉得这个游戏里面哪一只泡澡不香了？你跟我说。应该现在没有开游戏，所以讲不出来吧？是不是扇子拿很大的那一个 ？FGO 是个巨坑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此人不敢回看氪到现在的费用。请问这位神秘人是什么？我看他打着打着，眼泪好像掉下来了。那个是谁？巫医吗？我觉得会玩 FGO， 我想一下，嗯，节操巫医，欸哎、欸，谁？我那时候看你们聊 FG 就聊得很开心啊！哇，讲出来都是眼泪，天哪、啊！男的啦，啊，你是说有扎小马尾然后露腹肌吗？绿色头发吗？嗯。出门去找阿闪了，哎、欸，好啊，有阿闪没有我的，去吧去吧去吧，阿闪比较重要，我知道。我是怎么咖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去吧，去找闪闪吧。看。为什么有突然找阿拉丁？哦，你说那个吗？猜人名吗？请问他是男生吗？他活着吗？没有，你赶快去啦，没事啦，好不好？之后见面再给我个大包包就好了。突然感觉你那时候高雄场次真的很想要抱我。但我也很害羞的跟你讲，说我很害羞，但最近真的需要抱抱，番茄走开。Run！ 请问他头上有角吗？为谁啊？男生男角有泡汤的图，我就是想到。鲨鱼常用的那一只啊，它不就是一个拿着浴巾搓着下巴的，然后有露腹肌，然后头上有那个山雀吗？那是叫山雀吧？是白白的一只鸟。破雪，你活该！再碰啊！就绿色头发那只啊，那就对啦。哦，你抽到那一只哦，夏米尔吗？我不知道哪一只欸，反正就是泡汤，然后这边有竹子，有一只山雀，然后有浴巾。
你要的那张都在我这。什么意思？你想要撕票吗？啊，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な？你还敢看台啊？你还敢看台啊？啊！哦，你抽到萝莉塔。看。哪一只？哪一只就是萝莉塔？谁？你是说讲话很慢的那一只吗？双马尾、黑色头发，然后手上抱着娃娃的那一只吗？各种猜人名耶，好笑。リーチドラ。等等，我要看看我用那只不熟。リーチ。是不是冠良喜欢用的那一只？漫画。前阵子有动图那一只。啊，你知道冠良是谁吗？动不动国士无双那一位，有熊猫。你说绿色头发的那个吗？可是他不是限定角色吗？他还有吗？那是林子。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。这次 FGO 船长卡池三单连角色都没有，我以为我在抽纯礼装，难过惹。等一下，阿长，上一笔 是你的？我想起来了，你也玩 FGO 对不对？所以你给了3000，感谢阿长。是不是你？神秘人是不是你？神秘人，你怎么还没换衣服出门？闪闪在等你耶，他快热死了耶。他快哭出来了欸，阿长平时没这么慢的啊，怎么不见了？是不是繁星开台把他抢走了？我想起来了，阿长是不是你？欸，不要欺负我记忆不好哦，我最近真的记忆力不好哦。我上一比赛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谁？那个美人鱼快变干了啦，快救他啊！你叫他多哭一点。阿哥想说，希望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他是汗流浃背之类的啊，这样他才不会脱水。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跟他哭，就说没有啦，刚才跟繁星约会啦。然后他就会哭了，咳咳哭了他就会保持湿润了。運命に影響のないもの。只差一幅画当嫁妆人。哦，你该不会也是为了抽礼物的时候把自己抽到供应商吧，大哥？你这样子的行为跟我当时很像。我当时因为也是新手，然后这只是我第一次抽到的角色，为了跟他结婚，我是狂抽，但是抽就是抽不到角色，都是抽到礼物，所以他这只很快就结婚了。用泪水了，不然鼻涕也可以啦。鼻涕有黏膜啊，保湿的效果比较好。500块安安，我才没有直接去商店买福袋抽。啊，什么意思？你刚说我吗？说你啊？什么商店买福袋？怎么有新的东西？美人鱼的泪水不是珍珠吗？好像不能保水啊。对耶，看那个与君相似，那个男主用眼泪。那可能就是用鼻涕或是啊鼻涕或是口水。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。よし。阿长大大不似偶偶也想成为像阿长大大一样。WW， 阿长大大不是你，你是谁？为什么会有神秘人？奇怪，我的台从来没有出现过神秘人的啊！你们是谁？去隔壁玩抖内抖到坏掉了，不抖到坏掉了，抖到学坏了，抖到坏掉。你们谁跑去隔壁台玩一玩学坏了？字母下。
靠美人鱼赚钱。对啊，就让他哭啊。每次下饭做菜就会说什么奇怪，什么阿长你怎么最近都什么喜欢吃洋葱？我说洋葱很好吃啊，然后就给他那个阿长快把闪闪狂切洋葱，然后都拿那个珍珠拿去换洋葱的钱。哇，财富密码欸。啊，失败しちゃったかも。欸，好，听起来好赚哦。好了啦，叫闪闪去切洋葱啦，或是我们去看那个感人的电影，刻了两笔，你是说3200的啦，然后倒一半给繁星，说什么？那是我们的钱。你越无心越哎。欸，我只是还是觉得你要懂哦。我就算今天我那时候也是玩食物语啊，或是跟团团他们玩那个都有十字契约啊、食物语那些啊，我那时候就已经秉持了已经不玩那个抽卡游戏嘛，我就只是真的很佛系上去只是为了玩那个抽卡而已，我没有要玩，就抽了一大，每次都抽到辣条还是什么，然后他们说什么辣条很难抽，还是什么辣条其实很好的 N 卡，还是什么啊？我就一直抽到辣条啊！我问怎么办？辣条就这么爱我？我那时候啊，那时候就是佛跳墙正辉煌的时代啊！我好死不死抽到的都是辣条。那我也是很佛系，我也没有想要抽来玩呢，就只是我那时候也跟他讲说，如果你真的肚子都不知道吃什么，你就宰那个食物还是食之契约。那你说今天要吃什么抽下去？哦，波士顿龙虾，好，就买来吃。我那时候就只是秉持着这种玩法在那边玩，他也没有抽到 SS 啊，或是 U 啊，都没有抽到。然后我只是一直都相信，就是水。你看我的轻松末日抽装，抽个经验修补啊，冲到倾家荡产，什么都没有。告诉他再不画就要变心了，画什么？哦，好热哦，太热了哎！啊，这是打飞任务成功口了，无名大大，我再斗1000元。你太慢打了吧，东市局了哎，白痴哦！下次这个全场任务早点出来啦。限时任务只剩1分钟。神秘人，你的名字是不是4个字？你下次要叫你叫加神秘人。番茄直接让我梦醒，什么事？哦，你的国士无双没了是不是？哎呀，让他做梦醒来有没有钱赚啊？他梦醒了哎、欸，啊好冰哦、喔！番茄你好狠啊，龙，感谢。有两张。天敗です。
僕の勝ちですね。赚了两个大三元的梦，哇，那不就是番茄吗？好啦，感谢。我踢到谁？不好意思。等一下，我记得是那个一击是谁？好，就是我就当作是你了，是你吗？你就是臭这只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，是不是你？阿飞是你吗？刚刚不小心踢到的。你克洛伊是不是？好，好啦，下一局先让你进来。不是哦，有人占着房间太久了哦，不好意思哦，他借刀杀人哦。啊，我踢了我的最爱，完蛋了。这个已经不是跪键盘啊，跪转盘啊，跪榴莲可以解释。克洛伊，晚上我会好好暖床的，我会吃胖一点，我让我的手长出一些肉比较好躺，不太瞬间了好不好？那个已经是开大要马上脚闪现的程度，或是脚那个什么那种，那叫什么头戴哦，还是叫什么召唤师技能？嘣！几天前到了朋友九连宝的，让人家做一下梦嘛！九连多难出啊，给人家做一下梦啊！你让人家做梦啊，你可能会上天堂哦。他虽然会折寿，但是你可能会上天堂。虽然数学不是很好，但听听很划算吧。这样也好像不对耶，你看哦，你让人家折阳寿，你就是杀人凶手耶。这样想想是不是就不太好？当月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你几天前才九连啊？对呢，我刚想看那个。那个陌生人的牌符没看到。你怎么可能就只有一满？你的绿一色嘞？为什么不摆绿一色出来？还是三码？没有啊，明明就有绿一色的不放。看一下哦 ，boom， 五次绿一色。看来我们这辈子不可能成为朋友了。有人抢。这是小型任务，成功一口气口了教主大大，我斗一千元。这太简单了吧？我就不合牌啊，不行啦，可以做牌。绿色很好，以后进台规则，谁合了绿色不能跟我打。又去开小号，斑马检查咯，现在检查门票。啊！绿色一次，退出。斑马。啊，这个吐司很乖哦。你合过哎，我们不是朋友啊！你在想什么？跟他说我不忧，我跟他说你之前一直在胡，我这也不忧啊。哦，你说你跟你朋友？什么？你还没合过绿？我已经错开了四次了，我不做了。好险，我又不做大牌的，你骗人！你骗子，我信你个鬼！我们还是朋友吗？
办开投票嘛，就说我跟番茄是朋友嘛。你可以看我的手势是不是上面？你是河牌的吗？你是三麻的吗？三麻的十三面我觉得还好啊。三麻的一满，我真的觉得很好做。我没有看不起三麻，我只是觉得三麻出 UR 的几率太高了，选项不适合。对啊，我要看的是纯正的，哪一个三人吗？十三面六次，还行吧。我再看看你还有什么，没办法，你就三麻魔人啊。欸，等一下，我看到你玩几千场了，欸，你是不是太无聊了？来看一下哦，三麻，你看，欸，没有到期，哦，有啊，宝牌一千多张哦，八宝八北，你拔了1400张北，欸。你是不是都没人陪你玩啊？你越界了，连朋友都当不成了，已经触碰到我的底线了。蹦哭屁呀，啊！你怎么这么早在打麻？我不知道玩什么啊。那时候其实也是想说，反正不知道开什么，开个雀魂就好了。可是一直打下去也是很累啊。我本来这几天有想要打雀魂，但就是我其实7点会醒来一次，然后8点再回去睡，然后睡到大概10点会再起来一次，然后睡到就是半夜1-2点又会再醒来一次。我最近作息太乱了啦，啊！你绿一色是零，欸，所有麻三麻四麻段位不要，我上次就不小心给他杠下去啊。我的作息爆炸了嘛，也不是作息爆炸，是最近是也不算爆炸，欸，最近反而这样子是已经习惯，这样算爆炸吗？应该不是吧。完了，这一局教主飞不了了，哇，原厂任务失败咯。好难得，我今天难得睡好，所以嘞，我们等一下去吃东西庆祝嘛。合过天合地合的，哎，欸，我看看你有没有天合地合，好不好？玩你玩那么多场，我看一下，喔，这才对嘛！刘局满贯一耶，欸，那你其实真的玩很多场，你根本不需要我教你玩啦。整场就只有Koyu跟一个路人，我记得那时候一个路人叫我看他的那个天河次数，他两次，欸，你等你吃早餐啊，吃晚餐不吃啊，没有啦，我现在很不想出门。那我是进不去了，先别说你们啦，我自己都进不去了，自己煮饭结果自己被挡在外面啊！主办方被挡在外面，有位主办方呢？人都到齐了，人呢？想想我可以，欸，啊，我不行啊，
1。哎、欸，对，你那时候不是溢满加倍的时候，有人天合也跟地合过。想想睡醒就有台可以看，太爽。要关了，要关了。来到了36度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虽然外面是阴天啦。我有假人和可以吗？好。我叫假人，天哪、啊！你打错那个假，我会觉得哎呦。ビーチ。想想看完台要去上班，好想睡觉啊！我只现在有点希望尤里起床，他的图还没跑。但是我觉得他最近的蜡烛又少很多了。最后一场，再一场吧。哎，对耶，能再一场。我知道人和啊，你帮他代跑不是这问题，我是怕他睡到下午才起床，那他今天整天都没跑到啊。你都有送他爱心，就怕他不够。不不不不，他爱心其实超多的，他那个原本的账号爱心。好像就有，好像快100多个吧，忘记了。哎哎哎哎哎哎，回收什么讯息？太久没被 ban 了哦。尤里作息不是下午才睡吗？那下午上班呢？他上到了7点到家，然后8点小课团啊。然后昨天又要睡不睡的，叫他赶快去休息啊！又硬开了半小时，一个半小时才去睡。あと少しだったんですが。两个变情侣，这太快了吧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前几天把朋友邀进别的群。然后我带着那个朋友认识另外一个朋友，就是他们两天变情侣，太快了吧？什么原因？什么道理？原来他有那么多，又怎么讲？爱心这东西，理论上来讲也是能拿尽量拿，不是吗？像我因为也是有爱心就是狂拿、欸、我现在飞行赛道就是直冲，然后往肚子那边撞，那边我撞不过去、欸、他会一直把我拉回去那个赛道里面去，我那边就不行啊。那再来是应该要回去重新练一下虎式练怎么跑，我也想赶快带他们跑完赶快休息，很久没跑完灰拉了。尤里也列入了每日爱心名单了。哦，然后顶零的话是应该不会玩，不确定啦、啊、就是有时候约，就是最近约跑图也没有什么时间上线。
不过你好像也是助攻变成情侣的。那就你害的啊。公道快到前面右转飞进去，不是啦，我是说滑飞行赛道啦，飞行赛道，飞行赛道，公道我早就好了。爱情这东西不是用在我身上，哎，你怎么了？等一下，你的那个嘞？请问你现在一个人了哟？等一下，学妹，你还好吗？干。结婚没人钱，这么快的爱情会久吗？两天呢、欸？有事搞一下变月老，哇！那他们之间出了事情也算是你害的。对啊，该去唱 K 了，多久了啊？啦，这一场，克洛伊进来，克洛伊进来，我不敢踢人了，你们走。等下一续听是先踢马同学，因为克洛伊没进来。哎，啊、哦，有了，一个月了吧？天哪！啊，你怎么没跟我说？习惯打错字回收，没事啊，就只是ban了你而已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！你按错了，要按粒子弹刚下去了啊！你看看我刚刚也是很怕给他杠下去啊，我这就是不小心要立下去按到杠啊，有惨痛的教训过了。结果干了七王平七王，哎没事啊，啊。哎、欸，这场结束我真的要休息了哦，热热的。你的包子呢？你今天都没挂包子啊？你快要戒掉回收的。那、啊、很棒啊！没有啊，就其他的台你们回收没差、啊。我也是有时候看云月台啊、哈记台啊，还是央视他们的台啊，就
有些人是照常回收，就没怎样。虽然看着心痒痒的啦，但也没怎样啊。毕竟他们又没有这个风气。你三麻刷了2467场，所以你是真的上班太无聊啊。会不会用墨镜一张嘞？看啊，没有。我以为跟那一场一样啊，我们只是时隔快一个小时而已，怎么这个既视感那么像？你工作不带手机出门的？哇哇，那你这半年玩很凶欸。你那时候还在问我三暗科跟四暗科的问题。蹦。理解。哦，丫丫，可爱的丫丫。ドラとはいえ、宝物だとは限りませんよ。那都多久以前的事情？あと少しだったんですが。啊，我记仇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看看吃了这个药，记仇会不会记得比较不仇而已？啊，比较不会记仇，记比较仇。看看吃了药会不会比较不记仇，有的话我要多吃这种药了，对不对？很棒吧。打喷嚏，哎呦啊，哎呦，哦，嗯。而且游戏只玩日嘛，所以我有日人都在聚会。你看看我的称号，我知道啊，我刚好看到啊，怕你们没看到，他叫我看称号，来你们看看他的称号，真的想哭，你看，用钱堆出来的爱。个爱扭曲了，我会正听吗？天哪，不会。嗯。嗯。哦吼吼吼。闭嘴。先密食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晚点再把四战科单期剪出来，再去休息。
ポン。ポンニャ。哦，白痴！我看到信在那个啦，幽灵那边分享了九连宝灯。你怎么是用这只角色？啊，你老公嘞？轮着用哦，来不会腻就对了。嗯龙他在交船吗？あと少しだったんですが。トイトイ。本日ドロさん、ハネマン。真的很有爱耶，这只要会动的角色，第一天你们都把他结婚到底啊？你们疯了吧？你们好恐怖哦！嗯，那、啊、他们就说抽了啦，啊，然后嘞，然后就抽了。那、啊、他们说抖了啦，你会抖吗？你说抖我就抖。红色的抖不了就对啊，有什么问题？刚吉安安，哎、欸，最后一场了，那个大家不用抢了，再抢下去，死掉的会是我，以及我的电脑啊，对，我的电脑今天。我开机钮按下去没反应，我吓死，我以为我电脑坏掉了。然后就想说啊，完了，不会强制我放假吧？经理就这样想着想着，结果哎、欸、，B 蜂鸣器打开了，还以为啊电脑又不行了，我又要忧郁了。之前热到电脑中暑了吗？还没有这个案例过，没有。现在白天电脑都会关机啊，虽然来楼上都很闷热啦，但电脑是关机的啦。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才开机，那时候还是有点热，我就打开电风扇吹它。电脑会中暑吗？它不会告诉你它会不会中暑。他突然啪一声，你就知道他中暑了。我那时候还想说在楼下休息，然后仿佛就在想幻想着说啊，会不会就是按下关机？因为有几次按下关机，他不知道为什么没关机。我就是休息完上楼看的时候，要开机的时候发现。他在待机，在休眠模式，
荧幕还是亮的就对了。我当时想说啊，啊万一如果我没有注意到的话，它就爆了哎、欸，电脑就爆炸了哎、欸，要不然就是可能会烧起来。我的电脑有时候按下去也没反应，是最近啊，最近会这样，不不，今天、欸、昨天，哎、欸，对，昨天才这样子啊。我昨天。快笑死我朋友问我要不要一直打电话把一个睡觉的人吵醒，打了好几次打了好几通，接听的是他的家人，当下我直接被吓到，他家人说啊你怎么一直打电话给他，当下我不好意思的不明白了吧，啊那个打主人都说吓死他家人接听的，之前你打电话的时候没关系，他家可能太累了啊。感谢渣爹的会员时期，感谢感谢。不是啊，你打电话总要掰理由，你都没想过如果别人接怎么办哦。あと少しだったんですが。接电脑就好了。雪鹰喵，你多大、啊？感谢感谢优一的会员时期。我们认识多久？哦，拜托，在阿尔宙斯之前好吗？还要问？ドラとはいえ、宝物だとは限りません。14岁哦，哦，好啦，不要做那么屁孩的事啊！甩掉了没？哦，用掉了，甩掉了没办法割。我想说，嗯，甩掉了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我问一下哦，我自己碰了别人的牌，我有办法打出9连那个吗？流局满贯吗？就没了，对不对？想说第一根甩掉了什么东西，还是可以哦、喔。G， 还有这么好，人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没有自己做过啊。这个流局满贯是小鱼做的、欸，他碰你不行哦，这我知道啊。甩掉什么？用掉了。哎、欸，他碰我了，克洛伊。我们晚上见，晚上床上聊，好不好？你看你，你看你，碰得漂亮。地址。嗯。G。哎呀哎呀哎呀！我之前碰别人就有满了，所以可以就好了。啊！我这停电了，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。好啦，感谢克洛伊，感谢小雪，感谢马同学。地址伊贝果，太阳多了。
漫画。啊，好啦，感谢感谢啦。去灵灯，我怎么长这样？大、啊，哎呦，够强。啊，我应该打一打回来的齁，用 VPN 看 YT， 差点抖成300美，吓死。哇，你怎么差一点点就让我今天的微笑再次出现了？等一下哦，这其实很多都小鱼帮我打的，所以啊，这怎么点呢、啊？总计九天，六天，六天，六天啊。领取啊，小鱼怎么点？九旬之后合牌，好，确定，断点。等一下，是不是打一打要出来拿、啊？是吗？等一下，所以我没有打出来拿，是不是很亏啊？哦，修罗不算哦。哦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了解。话说都没有看任务就去打了，打完一次结。那他会持续打死这个吗？就一般场的话，你有壶就会哦。了解了解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再去看一个东西。想说那时候一直想要在开台的时候来看。哎、欸。怎么看别人的牌谱啊？这样子吗？确定？我来看看很刺激的一个画面，他们私下在玩。好啦，这个好了，看一下谁例子。好，这边开始好了。例子。龙。欸，是这一局吗？哦，好像是这一局，对对对对，这一局这一局。龙，それちょうだい。两倍一百。リーチ、ドラミ。スワンコ、タンキ。ダブルヤクマ。哎、欸，超强哎、欸！重点是他们没有私下，他们私下完全没有讲好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超强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我想说，嗯，这个我一定要开台的时候，我还把它盯选起来。然后来看这个好了。感谢马同学的八个月，哇，就是昨天开始。只有师母受伤的世界。
ロン、それちょうだい。リーチ、ドラミ。スワンコ、タンキ。ダブルヤクマ。可惜不会讲话啊。人母越飞越高了、欸、你怎么那么会飞啊啊，好啦，感谢大家分一下自然科单词那个中医自然科单词收藏，好，再来看一次。我倒觉得这个杠很恐怖哎、欸。杠。你看，杠下去就听了啊，很恐怖哎、欸。ロンです。スワンコ、タンキ、ダブルヤクマン。哎，今天看了好多斯兰科单词，开心开心。好啦，感谢大家啦，那我要关台啦，谢谢大家的，大家晚安。晚上不知道哎、欸，真的会不会开？没把握，没勇气，没自信，没不知道什么样啊，不知道。好啦，哎、欸，对耶，看到那个更新后的那个监组的面具，在想要开始跑献祭了啊啊！好了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